只要你愿意拿出500年的虚荣行，让赵同起死回生，那这件事情呢，我就不告诉我爹，玉皇大帝也不会知道了。嘿，神经病！哎呀，500年算什么？你给他吗？你看他犹豫什么呀？你去啊，到底给什么呀？没你的事。我与元三件事情会在今天发生。 如果真的发生了，我就有办法让你成为富家一方的高富帅、牛奇人、吴尚书、被太阳打到脑袋。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白河台湾电影文化城土地公土地婆。